喂喂喂喂喂喂喂！嘘，阿奇，小声点。阿巧，又饿了吗？哦，没关系的，我还可以再多赶些路，下一的百姓要紧。休息吧，前方还远着。 这肚子就不能少饿一些吗？百姓们正痛苦呀！阿巧，王子大人，我去帮司空大哥。你们看，这水势好汹涌。 这水来的可真猛烈。嗯，看这水势这么大，不知下一当地如何。对了，方大哥，水患是几时发生的？数日之前。现在控制住了吗？不知，我获得的情报是旧的，坐等情报旷日费时，不如亲自去看。 因为这些天灾，商国不断迁都，灾祸却还是如影随形。该如何才能结束这一切，让人民不再流离失所？当初我的村子面对侵略时，因为无法正面抵抗，也是一味选择逃亡。我为了要让族人过安稳生活，才开始研究那些民众与陷阱。虽然我希望守护的村庄。 比起上过小很多，不过我或许能体会你的感受。拥有上天认可血脉之人，真能体会我们商人的感受吗？为何还要介怀血脉？你所在意的根本与他无关。是吗？ 方大哥，
也许我不能体会你人民遭到上天降灾的感受，就像你也不能体会我族人身上发生过的遭遇一样。我本不像你一样关心天下，我关心的只有自己族人而已。我想亲手将那些伤害我族人的人复仇。的确，一开始我只是单纯的想复仇，但后来我也希望这世上不再有人发生跟我族人相同的遭遇。 我正如凤大哥所说，拥有天之血脉。那所谓上天的认可，也许根本不是什么天生的缘起，而是上天交付某人一个责任，要他去保护其他一样苦难的人民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你不也已经受到上天的认可吗？ 王子大人、司空大哥，你们太伟大了！我也决定付出一己之力，不再沉溺于食物中，赶紧起身前往下一保护人民。都吃饱了才这么说。别点破嘛，与其在这纠结，不如实际行动。走吧，走吧。嗯，走吧。 看来水患的灾情果然非常严重。如果可以帮助他们就好了。凤哥哥，别担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陪你一起努力的。走吧。洪水要来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来救命啊！ 快去救人！
Thank you.
命，救救我！水里有妖怪，大家快逃！果然又是那些人做的，这次我一定会阻止他们。乔，你去一旁待着。天啊，这一定是天人才有的能力啊！那时不是有人说天人下凡了吗？没错没错，一定是上天怜悯，派下天人来拯救我们。谢谢天神保佑，谢谢，谢谢你送这两位天人来救我们。父，阿娘，为什么要丢下我啊？只剩我一个了，以后我要怎么过？上天真是太残忍了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？就因为我们的王没有天之血脉，就要降罪给我们？是啊是啊，若是商人其位不正，那快让正者归位吧，不要光是责罚我们呢。商族在位那么久，天灾从未绝迹，要是没有能耐，就趁早让位给有天之血脉的正主才是。如果天下是由这位天人一样的人掌控，一定能使天下变得更好。是啊，像您这样有神力的人，上天也会认可的。我只是路过帮忙而已。我们苦日子过久了，总想多少有个盼头，你也瞧见了，我们让商氏当家做主，得来的结果是什么？如果再上位的天子是像您这样的人，那么就算我们的日子过得再苦，只要有个能让上天认可的国君，也会觉得日子终有好转的时候啊。原来凤
这样的百姓和灾祸，而那杨武和青鱼那群人，就是造成这些祸事的元凶，饶不了他们。救了人，又击退了妖物，心情真好，是不是呀？喂，阿巧，要再休息会儿吗？夏姨就快到了，我想早点帮助他们，我边走边吃就行了。那我们继续出发。为什么我会？木叶姐姐，走了。